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oonchan 滿井。話說咧，我上個禮拜咧啱啱去完韓國，咁我就用咗呢一個工具咧，影咗以下面嘅呢啲相。各位女士們咧，影相最最最重要的一樣嘢咧，就係 set 靚你個頭先啦。因為咧，你啲眼耳口鼻咧，全部都可以靠 P 圖執嘅，輕鬆搞掂啊。但係頭髮咧，好難執噶，大佬。咁所以我今次呢個韓國之旅咧，我就帶咗嚟自新加坡嘅 Shave HU600 Salon 級專業造型風筒。咁拎上手第一件事咧，哇！佢真係堪稱世界上最輕嘅 Salon 級風筒。嗱，你唔好拎嗰啲玩具啊風筒咧攞去比啊，我真係講緊專業級嗰啲。你睇隔離 D 牌咧，成支係重650 gram， 或者呢個輕成倍啊！仲要係風力方面咧，我夠膽死講大風過 D 牌。望你係朝頭早起身要 set 靚個頭先出發去影相啦，定係夜晚你需快啲吹完頭髮啲瞓覺嘅話咧 ，Shave 呢一支風筒我絕對推介。